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澎米胖的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 Your one-stop shop for English and Taiwanese language exchange。大家拜，我会拣一条英语的新闻，和阿华翻译。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阿勇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啊，这礼拜咱有一条伫地球的，佮有一条外太空的。咱对较近的先来啦吼，地球的先来，这是我出题。好来。昆丁坡顶有人咧记录生态。A nature photographer in Boulding Township of Kunding National Park. 强都强拍到比亚来两尾蓝爪公清出水面。Happened to catch two male Oriental rat snakes. I had to look that one up. Erupting out of an irrigation pond. 滚轮转滚，规个甜做伙咧烧拍。Writhing and flailing and twisted together in fierce combat. 见甲天地昏暗，一挂武功见甲要起功，亲像东海咧滚高粱。这有这句收长啊？干嘛？好，安尼咱一句一句来吼。见甲天地昏暗，讲天地昏暗。Fighting as if the heavens and earth were covered in darkness.日月无光 ，and the sun and moon stop shining. 见甲要起功 ，in a fit of frenzy. 亲像东海咧滚高粱 ，and the sea is sloshing around with dragons. 原来是生团的季节到啊，因拍甲这么起功。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the snakes are easily riled up.拢是烧正要含男蛇母拍正。And they're fighting to mate with the female rat snake. 我感觉这个记者的台语足活跳的吼，足活跳的啊！就是你听到天地昏暗，一挂武功哪像东海咧滚高粱，吼，听到这你就是不是？听到五六天的广告，还是布袋戏的口碑，迄款感觉，整个台湾味的气口拢有出来哦。其实这个记者就是甲咱顶礼拜迄个洛哥、苏哥啦，金石石、邓焕焕，迄是同一个记者。即马各大的台语新闻看起来，台视、花视、台语台，我感觉这个记者我上爱听伊报新闻。所以我改换译做迄啥物writhing and flailing， 我感觉这那就是动物。要死去迄个你是讲滚轮转滚这个词对吧？滚轮转滚，就是你讲是一个动物要死去的动作。对对对，可能是安尼都 writhing and flailing 这个滚轮转滚啊，那是要讲你所讲的这个情景，台语内底有另外一个常常用到的词，叫做滚量。就是比如讲，查到警察抓到啦，还是你抓到一只姜啊，抓到一只动物，啊，就滚量，啊，一直踢，一直踢，一直滚，一直滚，啊，嘛是有滚这字的来的。啊，滚这是不是 boil 的意思？对啦，滾水啦啊，水煮最香个滚啦，一你伫涂骹一直滚，一直滚，这听起来拢是滚，啊，不过哪像无讲意思。因为其实英语内底我嘛会讲，你讲两个意思，这个是 boil 嘛，啊，这个是 roll。其实阮较常讲的是rolling boil。我伫英语内底这两字的意思，同款合作伙啊，rolling boil， 对，所以你听滚轮转滚，其实这几个字拢有 rolling 的意思伫内底，滚就是安尼嘛，啊，轮就是古早有石轮啊，摕来甲你的切啊，还是刀啊，甲伊轮过哦，轮好脆去，轮好变粉安尼，嘛是另外一种叫 roll， 转就是安尼嘛，安尼叫做转，所以这几个字拢有 turn 啊，是 twist 的意思来伫内底，滚轮转滚。另外上尾还有一个词，你若是要讲一出戏的剧情足精彩的，你可能会讲伊爱恨情仇伫咧滚架搭田。强都强，你是讲啥？强都强，我讲啥物？He happened to catch it。啊，若是讲咧摄影，我咧讲catch on video, catch on film， 因为那可能是 catch 本身都有无遐尼简单，毋是定定拄着的意思，才讲 catch。这个青贡嘞，青贡，我找的书店，迄意思那就是violent， 还是easily annoyed， 所以我讲get riled up， riled up 嘛是嘿，我
甲你一直弄着你啊，你都叫绕啦。你都足生气啊，你都歹性地。吼，你迄报道内底讲，这两尾蛇见甲遐青光啊，其实啊，伊英语翻译就是啊，是安那这两尾蛇遮尔歹性地，遮真啊，卡袂着就拍起来，就是因为因即个生团的季节到啊。嗯嗯，好。刷落来，咱看地球内底物件，看煞，咱吼换来外太空的角度，搁转来看地球。哦，这是阿勇出的题。好，来，Have you ever wanted to travel to the edge of space？ 你敢捌想讲要来地球较外口的太空间遐行行咧 ？But you don't trust explosive rocket technology？ 哦，煞想讲迄火箭的科技是会崩的物件，较袂透动。Well, you're in luck. 哪里出问啦 ？A new startup called Space Perspective， 一间新起过的公司，叫做太空观点 ，wants to take a lot of your money， 要甲你扣足济钱。And send you toward the stars in a big old balloon. 予你坐大大粒的鸡龟，送你上天较活青。The company's spaceship Neptune capsules, 因的太空船海王星号 will be packed with paying customers. 会载龟船纳钱的人客。And then carried aloft to a height of approximately 100,000 feet. 扑起你到十万英尺的高度。And 2 hours will be spent ascending to the intended altitude. 扑到遐高，爱两点钟。And then another 2 hours will be spent returning to Earth. 沉落来地球嘛，搁两点钟。A window of 2 hours in between ascent and descent. 扑沉之间，因浪两点钟。Will offer travelers some truly breathtaking views of their home planet. 予你好好啊欣赏咱这粒地球，保证水到予你看一个袂记哩喘气。Tickets will cost around $125,000, but flights won't begin for a few years. 一张票差不多美金12万5，唔过爱过等几年啊。我拄则讲这个太空镜，安尼你敢听有？嘿，它因为有目镜吼，海镜，对，其实足侪这款镜啦，大碗佮满镜，这个镜就是这个碗上边啊一颗或者镜啊，又佮有目镜，海有海镜，湖有湖镜，哦，岛嘛有岛镜，所以其实讲台语内底用到足侪镜有关系的词，所以我头一遍讲太空镜，你可能听无啊，其实听惯是有海镜、碗镜、目镜啊，太空自然嘛有太空镜，哎，所以就是。Edge of space， 嘛，你敢知影迄个 space？ 哎、真正的这个定义是安那算？我敢那知影讲地球甲太空之间无一条足明足自然的界线啦、欸。啊，所以实在讲，到底是定伫倒位，还是人的科学家来去定？啊，定伫倒位，我较无清楚。哦，我听过是离土卡超过100公里，哈、超过100公里才会合作太空，哈、哦。啊，100公里以下就是迄个 atmosphere 的大气啊。大气无唔对，100公里听起来无外远呢，100公里就先到台北了。感谢啊，无你去啊。哦，嘿，所以迄、那个太空镜应该是讲差不多这个拄啊好迄个100公里迄、那个altitude。altitude， 论真讲，你爱讲的是海拔啦，因为你高度，看你徛伫倒位，你若是徛伫山顶，你算迄个高度，甲、你徛伫海边所算、海墘所算出来迄个高度，就是无同，所以你爱特别注明讲海拔，就是自海面算起你的高度，安尼较科学、较准。OK， 海拔，所以这是英语的sea level， we altitude 是 we from sea level， from sea level。哦，再来这点我头一版的翻译，我改翻作什么？就是这个 big old balloon， 和你，我头一版翻译我讲，和你坐一粒古早味的大粒鸡龟，啊，用看看讲安尼唔对。对，因为其实这个 big old 什么物件，其实敢那是足大足大尔意思啊，无。对，虽然讲是 big old balloon， 不过伫英语内底讲 big old， 其实并无老的意思，对不对？不，英语那也足奇怪。哎，下面哪有下面较大的物件，你就会讲那是下面 big old 什么物件，比如讲这是一个 big old house 安尼，还是我要食一个
Big old piece of pie， 吼、哦，唔是讲你要食古早味的大块派，唔是唔是唔是、哦，所以 big old pie 就是一块大大块的派，嘿、哦，对对 对， 對、哦，嗯，好啊，有一个我想要问较清楚啦，因为迄、那个扣钱加立字，吼、哦，这两个是差伫差点创，扣加立就是，比如讲我是政府，我来扣税，你就立税。嗯 oh, okay, 我甲你扣税，我甲你扣钱是你钱给我，啊，我若立钱给你是我钱给你。OK， 所以扣钱是 charge 嘛？嘿，扣钱是 charge， 啊，立钱就是 pay。OK， 啊，即卖是大家受到华语影响较侪，即卖少年人大部分拢会甲你讲收钱甲交钱，啊，这就听起来足无台语开的、嗯、哦，较古早味、较台语开的讲法是扣钱甲立钱。亲像你若听古早念歌、藏细歌伊。上起头就安尼来唱，我来念歌落，互恁听啊！伊无要扣钱啊，免着惊啊！伊，嘿，这都是有历史吼，有这个台湾味伫内底。嗯，阿华唱歌袂歹。好啊，这个上尾这个breathtaking 这个动作啊，哪会变这么长的台语啦？因为现在在台语跟英语之间互相的翻译交流吼，也无遐尼顺畅，也无遐尼接来做，嗯、所以你若特别要甲英语内底一个讲法变做台语，可能就拖到遮尼啊长。但是我拄则讲迄什么东海滚高粱，天地昏暗，即个不讲嘛是讲台语短短啊几字啊，走去英语就嘛是变足长。嘿，啊，同款即个现象 ，breathtaking 因啊三。你英语念起来三音真尔啊，走入来台语我就变作是讲，互你水到互你看一个袂记你穿开。所以那是台英之间的翻译变作愈来愈时尚，可能咱就会发明一个新的词专门来对应。其实我吼，因为这其实讲要讲艺术的一个词，可能大家唔知影，因为原来这个词就是 awesome。啊，大概知影即马 awesome 的意思。即马大概用 awesome 的意思 ，I just watched the movie. That movie was awesome. You know， 甲即个 awesome， 甲伊讲毋是，就是妖秀赞的意思。其实毋是啊，即马大概拢会安尼用，佮伊源头即个意思就是 awe-inspiring 哈。awe-inspiring。啊，就是较早即个词拢是咧讲上帝哈。拢是咧讲上帝。嘿，因为上帝互人迄个尊敬。就是上帝威严啊，互你尊重，而且佮有淡薄啊惊惊的意思伫内底。吼啊，所以若是要讲即个。awesome 上原早意思，可能伫台语内底上界对等的迄个词，我想应该是神威显赫。神威显赫啊！对，神威显赫。啊，不过你伫咱拄则的新闻报道内底，你无可能讲你徛伫外太空看你的地球，感觉伊神威显赫，安尼嘛无啥对啦吼。所以啊，直接互你水到互你看一个，袂记你喘气。我感觉也是袂歹啦。你安尼讲话，阿公阿妈听，伊绝对听有。好。那就介绍一下。对，好，今这礼拜就到这。If you enjoyed watching this episode of Ing Dai Express， 哎，记得点赞、订阅、多分享哦。And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for news that you'd like to see us translate， 免设计，做你的下卡老话甲阮讲。再会 ，See you next time。